听听先生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余秀华。其实学的都差不多，没有特别好的一首，我就希望以后能够学出来让自己满意的一些诗歌。我爱你，巴巴的活着，每天打水煮饭，按时吃药。阳光好的时候，就把自己放进去，像放一块陈皮。茶叶轮换着喝，菊花、茉莉、玫瑰、柠檬，这些美好的事物，仿佛把我春天的路上带。所有一世儿女内心的雪，他们过于洁白，过于接近春天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，就是我现在的跑到去的地方，见了许多人，这是唯一的感觉。我不会一本书是非常世界，觉得这本书还是不需要读的，读书比玩手机看电影还是好多了。它对人的是有滋养，它不是一种消耗。我要给你一副关于这个比喻不行啊，找这样的还不是我的比好。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，告诉你一颗稗子即兴吊胆的春天。